萌宝，嗯 ，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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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yeah yeah， 嘿，萌宝 ，yeah， 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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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聆听火焰，不害怕艰险，大地下光，温暖的笑颜，蓝色家园，值得去奉献。你就陪在山的一旁，雄鹰般飞翔，和着风的歌声，低着脉动眺望远方。你就陪在海的一方，苍龙般徜徉，和着风的歌声，低着脉动眺望远方。手牵手，超能量，萌宝萌宝冲吧，正义的光刷啦啦，萌宝萌。真的可靠吗？累死我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有线索就是好的。这里怎么会这么冷啊？哇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库。大家快来看。这是恐龙的脚印。真的是恐龙吗？终于找到了。那边也有，走，快去看看。这是什么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里应该放着什么东西？难道这就是豆瓣推测的恐龙蛋？啊，是什么宝贝啊？哇！忘记要充电了。迪罗教授，你忘记的事情太多了。是你，铁算盘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人都到齐了，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我们要找的宝贝一定是你拿走的。没错，想拿回去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铁算盘亲自来了，这里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，我们不能让他得手。我早就等不及了，启动虚拟战场。什么？很意外吧？我们为什么没有进入虚拟战场？一定是铁算盘阻止了虚拟战场的启动。没错，这就是终极体能源的威力。哼，什么终极体能源？看我们怎么打败你！召唤超能战警！No.
战警，我可不会再放过你们，接受黑暗帝皇的复仇吧。大家千万不能轻敌，这样才有意思嘛。说的没错，来一场消灭黑暗的光明之战吧。他确实是变得更强了。要和超能机甲一样返厂维修了。呀，是算了，可恶的萌宝战警，为了制造终极体能源，我们用尽了所有能量。铁算盘，看来你输得很惨呐。你是什么人？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我是宇宙中伟大的噬星帝国首领，我可以帮你复仇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如果你能为我拿到恐龙基因，我将为你提供所需的一切力量。就凭？现在所有能源已经耗尽，或许我可以好好利用这个家伙。铁算盘，你别无选择。听起来这笔交易还不错呀。我才不要你这么说呢。啊，给我。
行的，我知道。哎，什么？不知道巴布现在怎么样了？是啊，都这么久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巴布不在，关于恐龙的线索也中断了。啊，爸爸，你总算联络我们了。巴布他……放心吧，巴布没事。太阳能源的爆发对巴布的影响很大，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。可是，没有巴布和超能机甲，我们怎么保护小石城？我们刚刚截获了运往噬星帝国的活体恐龙蛋，正在运回地球，交给你们来保护。什么？活体恐龙蛋？以后这些小家伙啊，将会成为你们新的伙伴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银河联盟还为你们准备了全新的战斗系统，萌宝战警，继续加油吧！史前笔记，巨齿鲨是已知的史上最大的鱼类，也许还是有史以来咬合力最强的生物。它们可以很轻松咬碎鲸鱼的骨骼，甚至被人们誉为地球史上最强悍的生物。